走马上夜水，哎，走马上夜水，平平啊！哎，你都分享啊，该慢的不该硬啊，这是在运动路，是运动好么便宜的呢？有问过？你阿富群阿富啊，买唔到安便宜个呢？哦，你阿天是安逸么？哦，你不都讲是个浪皮，都两百四，都好呢。 贵吗？唔可以买种强贵的嘛？强。好啦，看起来又强，唔定义系咩真紧就强啊！唔讲，介好大家都冻姜买多，介香菜咯，像爱一家系漂泊概念，爱咪冻姜漂多介，唔定义姜冇强的结果。其实啊，一天天安尼啦，买布个呀，煮布个呀，嘿，都安尼上多有你。 不能吃多一片啊！系啊，用的上做新地都做一些乖乖的啊。真紧冻怪，唔过用办哪种介物在乎，本人认定做系乡亲咯。哦，嗯，一开始就来考试，来来来来来，考系冇好来。来，本上看的也三种情形，哪一种的我本人很多乡仔。你啊，你啊，眼睛唔是巴东多个时间。 就看到个慈善啊、凶杀啊，嘛个通情都系答案啊。嗯，其实啊，唔咩哦。冲呀，做唔咩？啊，你阿咩？呀，咩唔咩？真有梯山咋，很多凶宅听听哦。就你阿听听。一般啊，你就会讲啊，凶宅的定义啊，吼，其实女真普啊，叫讲过发言啊，咩有讲过啊，然后你有体重大概宽脖子啊，身体都凶的吼，其实全部都冇困用。哦，一片啊，我老太家讲。 一般啊，其实你有读到安尼问题啊，青岛啊，还是残破女真普九十七年颁布的一个函释啊。那函释提督啊，其实佢就讲三个条件会构成凶宅。那第一章就会讲，你会发生事情，一定要发生到买布嘅人，佮持有一只房屋的时间内发生的，这样有算。那第二章问题就会讲，发生的事情啊，一定要凶杀，我做慈善，这样有算。那第三章情形就会讲，发生的事情。 事情的提防，一定要所有权证、地都写专有部分的，这样有算。嗯，您就算讲到凶杀了、刺杀才算哦。不过你下当多该进行观众评托啊，该比找到稳该人选么？哎，一片啊，从内政部给俺有讲的啊。
不偏的人啊，做迄磨损哦，因为记住唔咩凶杀，咩唔咩刺杀。哦，系啊，用音哦，该你讲到刺杀，提一点咪就刺杀啊，冇咩。鸦片你就会注意哦，那鸦片讲的提一点还蛮该，要到买服的人，佮所有的期间内发生的事情怎么算？鸦片啊，佮迄下前前屋主嘛，前前屋主其实记住已经不是卖方所持有的时间，要跟时间做磨损的。该卖到了，我感觉。唔是当假税咩？系啊，古说啊，一下冲一下，市面上啊，就有个投资的人啊，佮我用较大的假丝一条丝买个凶宅，那买的时候呢，佮做位去请当地的人头有嘛？一片高一树，隔片高一树，一片西下，隔片西下，跳跳诶。系啊，佮请的高当地数字后，就会不构成这边的讲了卖方所持有的期间。一时候呢，佮做老家木的，做对用较正常、较高的假丝都可以买出伊，一来一往。就做穿到中间的价差的啊！不过讲起来，这武汉是发生过命案，当电影讲的事情呢。系啊，唔多啊，其实安尼事情就会安尼啊。因就像前面讲的啊，因为政府虽然提供有这只条件，不过啊，发烟头会凶安尼事情，然后一般社会大众凶的时候，其实就无宽容了。比如说啊，要真正去进入到法院的时候啊，其实每个法官其的看法面。不太一样啦，有这部分其实就没一天的结果。该挑选唯一一个答案是系，是系用银和恁沙地了当跳下来，坠到爱个状态，该爱我卡是变作凶器，该记我卡喏什么？哎，一片哦，外面有准批好了咯，大家解释咯。好好好，大家都会看到呀。大家你有看讲到迄个，前面很多山里的人啊，佮心情无好，上。很快就跳下来，结果就出到一流。好，安尼情形它发生，迄所三六发生，城市的地方都一流，其实三六老一流都算是凶宅。哦，当真是系哦。不过假使讲佮唔上的，即个个木变做凶宅，佮坐到木凳坐下来什么？哦，人家意思讲，佮坐到木凳跳下来吧。一片就会老太太讲哦。木凳啊，其实是就唔系大家安尼有讲的专有部分嘛，佮属于规栋泰寮的共有部分。古说啊，佮头一片跳下来的时候啊，发生梯就唔系专有部分的嘛。古说佮就磨损到凶宅哦。不过啊，佮城市的地方如果系含咧一流的话，一片就含咧算凶宅哦。该含住一只门梯，是几号假使个坐下来，不过佮坐到该大楼的大厅、中庭哦。一片的问题当好哦，其实啊，佮佮咪系跳下来，结果佮做多一片，一片就唔咩各个房子的专有部分的嘛，中庭老屋顶就全部都算共有部分。古说啊，一片的发生地老城市地啊，其实都不算是凶宅哦。如果假使讲入面啊，地不卡不面起，还个其实爬出来求救，还个地界撩退后，莫是送去人家高仓地陪读尸体，该地不卡什么？要判断啊，轻重意外就利用在风声，应该说轻重意外利用在地点。地点对，就发生地老城市地。伊咪伊啊，迄副卡迄迟到诶，跟伊头副卡时候，其实伊无死体，伊这都莫不，然后在楼梯口死体吧，那其实甲副卡没磨损啦。该讲咧，俺都按电影讲个事情，到底诶你会样办，怎唔会买到按电影讲个服呢？哎，呀，俺没有准批哦。哎呦，好好好，你最好。其实啊，你都在买服个之前啊，一定要懂注意周遭环境之外啊，一些事情要懂。懂创业了，那以下伊咪买房个啊，懂到资料都用路上做查到啊，故说没建议大家，我买房个之前都得用路上查看呢，看一只地方，一只沙区，一只地点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案件。那如果有著名案件的话，你就去搞较注意点嘞。那听一点诶，做一款。都老夫圈的林沙、林仲伯、李仲伯、陈仲伯，大啥注意门关呢？哎呀，我们打听一下，所以今日就大白就很多鸦片的人啊，一定会提到一些蛛丝马迹。爱弟爱弟，阿妈外婆是系摸线门狗林沙怎会卖到？对啊，那提三张啊，董眼尊签契约的时候一定会注意有没有这个凶宅条款啊。那看起黑线共有也无安尼，但这个要自己注意啊。那提起点诶，就会讲一般，因为他买房的时候，董事会不会去给他买？因为大白会请房仲，哦，永差房屋、信差房屋，直接把我们逼掉。对，要因为房仲
工业者啊，其实给他丢。懂家同会买布给嘛？里面的多少会知道说哪些地方是有或没有？他们可能七搞不有在资料库。那你要丢嘿委托房仲业者买的时候，其实要丢咩都是会提到的。嗯，唔过阿妈咪阿婆是系本该写个片度，可能是系该中介你冇落去讲呢。嗯，其实啊，你真的是很不应该啊。里面一般来讲，你有读到凶宅的法好，就是你都买布的时候，其实就要下一只不动产说明书啊。那不动产说明书其实其上面就会有问讲，哎，你在持有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非自然死，就是凶杀或者刺杀呢？一听到一下，那几天挑事讲啊偏激，啊你明明有发生过那个事情，啊就没让讲，那你个家事做唔是就是剪下来呢？那其实按那情形啊，会不会就这样用法律都解决？一片啊，有老太家都讲注意哦，以前你都有讲过哦，你提到按那事情啊哈，买房的人都提到。有安尼事情的六张页，因为作为老一定会留给翻译，向别人来处理啦。那许多唔交屋以后，五年内许有吃到有低到的话，一定要在五年内来来讲出来啊。所以像阿妈咪阿婆是下好一卖都是容易闹去讲的，所以即使低到个时节个六张页以内，是夹夹去讲去讲是出来。那今咪啊？伫遐讲，六张页实在其实很多后背其实提到的话吼，哦，一片没做对哦，用民法的损害赔偿来规定啦。那损害赔偿规定其实就较重的啦，很多买房去挑事的嘛，其不能提到有发生事情，其故意没让我讲，其挑事没让我讲，系啊，安尼情形反正就都十五年以内就做对老对方请求损害赔偿，那时间就较重。不过曾经假使讲爱自家个屋系屋主啊，拄到安样个问题，曾经咪袂动惊，咪动麻烦个种事情。系啊系啊，其实啊，实务上啊，你要讲真紧，还有张问题做一个，前面人喺租屋嘅本便宜，哦，我喺屋租啊，租屋嘅本房客，结果房客同埋屋都就失散，哦，人咁讲，呀，这个事情哦，真嘅讲都讲唔停，真紧都麻烦，唔讲然后动多嘅东西就得讲咧，系啊系啊，做啲难外就个讲就蚀咧，唔讲多到你个问题，肯系去轻装也赶紧处理下先啲嘅问题啦，哦，其实啊，轻装因为行起来太自家讲啊，买屋嘅时候啊，轻装。因为一定是家私问题，你去吃到亚洲波的，旁边人租卖一千万、两千万，亚布卡张卖一两百万，那一定有问题啊！差挺多嘞。不是说家私有时候里面就会反映出一些问题啦。没有老太太讲，你读到贴牌，对贴牌的个波的时候，这个面会较注意点，多温多糖，一定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莫贪该一些些个便宜的事情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就好多没卖到动好。安全解剖哦，所以当好看的节目讲呢，咪做得其他家庭是推介面书 ，YouTube 去点赞发落了，发到你哩做，赞了。